老爸，这都几点了你还睡？你学老弟打游戏，你现在还学老弟睡懒觉了？老妈，老爸和老弟现在还在睡懒觉呢。他们已经废了，管也没用，不想管。行，老妈，这样你过来参观一下，看我是怎么把老爸叫醒的。美女，老爸，你不是说不管吗？我现在又想管了。老爸，滚！从小你就教育我和老弟要早睡早起，我们也一直听你的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我还是听你的，但是老弟呢，每天都在睡懒觉，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。作为一名父亲，你该不该管一管？老妈，老妈又跑老弟房间睡了，看来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老爸，这下可以好好叫老弟起来了吧？你已经不是我亲生的了。无精打采，精神恍惚，严重脱发，朋友又熬夜了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起来吗？我就想你陪我玩会儿评论区领分的游戏。叫你滚！老妈给你们做完早饭，紧接着就给你们洗衣服，现在呢又在给你们做午饭了。而你们呢，起来就在打游戏，什么活都不干。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啊，就不能放下游戏帮老妈出打？放大放大放大，老爸放大放大。老爸，今天中午给老爸和老弟烧了什么？红烧肉，还有虾。真不错，你先看看这个视频。老妈给你们做完早饭，紧接着就给你们洗。快吃吧，今天中午没烧饭，大家都吃泡面。我们也吃泡面。这泡面真不错。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家庭地位在哪里。快吃吧，一会儿面凉了。老爸，看来你在这个家根本就没有地位。老妈，你不是想要鞋子吗？得物上面潮牌款式多 ，AJ 椰子配色全，现在点评论区还有优惠了。我赶快让老弟和老爸给你整一双，我看行。然后你就原谅他们吧。好，行了。那个老妈想要一双鞋，你看你俩。
今天又到了你俩的绝望周末了，害怕不？害怕？你跟我说害怕呢？哟哟！好了，和你们说正事了。老妈现在还没睡醒呢，如果你俩现在去把老妈吓醒，今天你们的绝望周末结束，怎么样？行。行什么行？你妈胆子最小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呵护着她，所以我不允许。老妈，老弟吵老妈睡觉，还能怎么了？你妈睡觉你吵什么吵？你有病啊？啊？不是老爸，刚才是我俩一起。老弟，老妈中午罚你不能吃饭。没事，有我在，包你吃上饭。老爸，你吃饭呀？小孩子怎么没饭吃？他没饭吃，我也不吃了。不吃别吃。开个玩笑，你看你还认真。老爸，你这么喂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有你这样的老爸，哪怕我一天都不吃饭，我都飞。你俩就饿了吧，不行玩会儿抓大脚你父亲的游戏。老爸滚。老爸，你们戴着这个面具去吓老妈，中午我给你做一道翡翠白玉汤，特别好吃。哎，你现在在这个家说话已经没人会相信你了，你就好自然。老爸，这是个意外，我这就给你们做翡翠白玉汤。翡翠白玉汤。你有意思吗？你就不能像你弟一样懂事一点吗？你要是有你弟一半懂事，我就心满意足。说了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你非要相信他，啊！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。老爸，要不这样，你让老弟把我衣服洗了，我再给你做一道马到成功。你滚！叫你滚！老爸，你相信我，这事我做的肯定好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弟跟你洗衣服。老爸，这个马到成功怎么样？别整这些没用的，老爸刚才都说了，不会让我给你洗。慢慢洗，洗完了玩左下角你父亲的游戏。